其余美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墨西哥试管告诉你，宫腔粘连目前发病率高，治疗困难，容易反复，对女性朋友造成很大的困扰。它是由多种因素导致子宫内膜受损，内膜修复过程中，子宫肌壁间形成纤维肌性粘连带，使其功能受损，最终形成瘢痕粘连，就好比两个手指之间沾了胶水，可致宫腔容积变小，宫腔形态异常。严重时会导致宫腔封闭，临床上会遇到很多患者，他们大部分都会问到同一个问题：宫腔粘连会影响生育吗？很多患有宫腔粘连的女性甚至都没有结婚生育，所以他们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。美国哈萨克斯坦墨西哥试管将讲解宫腔粘连的相关知识，让大家了解宫腔粘连的相关问题。一、原因。一、宫腔手术。子宫手术如刮宫、子宫肌瘤切除或剖腹产是最常见的引发宫腔粘连的原因之一。手术过程中可能会损伤子宫内膜和肌层，导致愈合时出现粘连现象。二、宫腔感染。患有子宫内膜炎或其他盆腔感染的女性更容易出现宫腔粘连，感染会引起子宫内膜和其他组织的炎症反应，导致组织间发生粘连。三、其他因素。其他可能引发宫腔粘连的因素包括放射治疗、输卵管结扎手术以及先天性异常等。二、症状。宫腔粘连的症状因程度和范围而异，轻度粘连可能不引起任何明显的症状，而严重的粘连可能导致以下问题。一、月经异常。宫腔粘连可能会干扰子宫内膜的正常脱落，导致月经量减少，周期不规律或完全停止。二、不孕或习惯性流产。宫腔粘连对受精卵着床和胚胎发育造成阻碍，从而导致不孕或习惯性流产。三、妊娠并发症。对于已经怀孕的女性，宫腔粘连可能增加早期流产、胎盘异常植入或妊娠并发症的风险。三、诊断。一、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。医生会询问你的病史，并进行盆腔检查来寻找可能存在的炎症或粘连迹象。二、影像学检查，超声波、宫腔镜和造影等影像学检查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，帮助确定粘连程度和位置。三、子宫镜检查。子宫镜检查是最可靠的诊断方法之一，可以直接观察到宫腔内的粘连情况。四、治疗。一、宫腔粘连解除。通过手术或介入治疗来解除宫腔粘连，恢复子宫内膜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正常结构。二、雌激素治疗。雌激素药物可以帮助促进子宫内膜的生长和修复，预防再次形成粘连。三、促排卵治疗。对于想要怀孕的女性，通过使用促排卵药物来增加排卵机会，美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墨西哥试管，从而提高受孕成功率。五、预防和注意事项。一、预防感染。避免盆腔感染是预防宫腔粘连的重要措施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，正确处理月经，及时治疗盆腔感染等，都有助于降低患病风险。二、注意手术技巧。如果需要进行子宫手术，选择经验丰富的医生，并注意手术技巧和操作过程，以减少对子宫内壁的损伤。三、及时治疗炎症。如果出现任何盆腔感染的迹象，包括下腹疼痛、异常白带等，应及时就诊并接受适当的治疗，以减少对子宫内膜和其他组织的损伤。四、定期妇科检查。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可以早期发现宫腔粘连或其他妇科问题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和治疗。五、保持身体健康，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，包括均衡饮食、适量运动、避免过度劳累等，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和免疫力，减少患病风险。美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墨西哥试管婴儿建议，宫腔粘连是一种可能导致月经异常、不孕或习惯性流产等问题的妇科疾病，了解它的原因、症状、诊断和治疗方法对于早期发现和有效处理非常重要。所以广大女性为了自身的健康，尽量不要进行过多的宫腔操作，做好避孕措施，保护好我们的土地，让我们永远像花朵一样漂亮。